作为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一项瞩目盛事，11月22日，尤伦斯八周年庆典晚宴暨艺拍在京盛大举行，吸引了张兰、耿乐等社会各界名流到场支持。除了人气明星、资深藏家及艺术界名人站台支持外，晚宴还特别设立了筹款艺拍环节，艺拍所得将全部用于支持 UCCA 未来的艺术展览和公共项目。作为一所公益性艺术机构， UCCA 多年来以高标准持续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做出贡献。自2007年创立至今， UCCA 已经为来自全世界逾400万名观众呈现出百余次的艺术展览和超过3000个公共项目。优酷全娱乐北京报道。作为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一项瞩目盛事，11月22日，尤伦斯八周年庆典晚宴暨艺拍在京盛大举行，吸引了张兰、耿乐等社会各界名流到场支持。除了人气明星、资深藏家及艺术界名人站台支持外，晚宴还特别设立了筹款艺拍环节，艺拍所得将全部用于支持 UCCA 未来的艺术展览和公共项目。作为一所公益性艺术机构， UCCA 多年来以高标准持续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做出贡献。自2007年创立至今， UCCA 已经为来自全世界逾400万名观众呈现出百余次的艺术展览和超过3000个公共项目。优酷全娱乐北京报道。